月十九日周深奔跑吧。我想在风相爱，怎样转身你都在眼前，美丽像素都在摇摆，融化成奔跑吧十二迎来匈牙利录制收官战即将开录。周深刚开完3.5万人演唱会，就马不停蹄飞上海参加影视盛典，更是当天连夜连轴转飞匈牙利参加节目录制。忙碌的空中飞人，勤劳的小蜜蜂，跑男这季收官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录制。昨天周深已到匈牙利，今天开始录制跑男。看周深的心情和匈牙利的天一样晴朗，风景好，心情妙。周深注意防暑降温啊，今天就开始录制了，静等路透。想在风相爱，怎样转身你都在眼前，美丽像素都在摇摆，融化成一片。周深，周深，是谁？凯哥。影视音乐盛典官微在18日发了 OST 盛典红毯光影大片，大家可以看看哦。周深在 OST 盛典红毯记录下了美好瞬间，展现音乐与时尚的魅力，与愿为伍，向光前行。说到影视音乐盛典，晨报文艺官微发出了一段对获得年度电视剧音乐制作人荣誉的童东东老师的采访，其中提到了为什么 OST 用周深、毛不易等歌手。说周深是50年才出的一个声音，声音很独特，有女生声音的时候需要更厚实，质感不一样，总之就是有辨识度，唱得真好，一听就稳的 OST 顶配。越在电影电视剧中的独特作用时，专家表示，近些年影视音乐都在邀请周深、毛不易等歌手来演绎，他们个性化的声音对于提升影视作品的感染力有积极作用。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激情懵懵说周深，我们合作很多，就是我原来一直评价，我说他是50年才能出一个声音，你发现他的声音很独特，他是男声，但是他又有一些像，其实我们原始的，比如梅兰芳老师，他们是可以去唱戏，他不是，他是有一些还更高一些的，就是又有女生的声音的时候，所以他唱一些，比如我找女歌手唱的歌，他去唱。完全他出来的那个感觉要比女生还厚实，并不是说他抢了女歌手的，而是他的质感不一样。所以很多我们去写一些很重要的影视剧歌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力量，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请周深。童东东老师和周深合作的作品太多了，比如影爱的序曲、小舍得、繁星璀璨的天空、像鸟一样等等，优秀的人总是惺惺相惜。而在18日的东方卫视《是今晚》报道中，不仅再次明确了奖项评定的流程，更特别提到了 OST 终身成就奖谭盾和年度歌手周深，并在另一段相关研讨会的报道片段中也提到这次活动的意义，以及现在影视作品喜欢找周深演绎的原因，播放了周深演唱的《小美满》的画面，最后用周深的微博结束，遇到困难时激励自己事在人为，和光同尘收获无数的小美满。我想在风相爱，怎样转身你都在眼前，美丽像素都在摇摆，融化成一片花海。看来获
奖的周深还是很激动的，而是在人为四个字也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心声，因为一路走来他确实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超越，所以获得这样的成绩，网友们也都认为实至名归，值得庆祝。我们常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当年初出茅庐的周深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还因为嗓音被群嘲，结果他毫不气馁，依然热爱唱歌，努力唱歌，正是这份坚持和事在人为才成就了他的今天。所以周深的奖项荣誉是他本人实打实的收获来的，再次祝贺周深。最后要说一下，周深9.29赫兹巡回演唱会南京场将开票，时间6月19日，也就是周三20点，平台有大麦、猫眼、票星球。周深邀你共赴一场9.29赫兹的旅行。Chase them all.